优势领先，但是到了第二节，对于胜利三分卫的向往能继续保持吗？第二节开始，罗伟芳约了约了，六号王旭控球，对了，让他七号刘毅这一次在侧翼找到胡江镇，三分命中。胡江镇在左侧，第二节一开始三分就开张了，19-19。现在双方打平，黄金持球组织进攻，黄金停球，刘毅防得非常紧，这边把球限制在三分线外，而这边黄金是长驱直入漂亮，黄金通过一个 give and go 传球切入很基本的篮球战术拿到两分。小胡你去边上，让邵杰在中间，耶鲁过来防防，有边护着，王邵杰在右侧拿球，人家转移找到胡江镇，胡江镇冲击篮筐，这球被王金干扰掉，好猫球权还在前掌，转手再回到曹芳手里，曹芳这扭着身体来投，哦漂亮，对角对角对角，全部队王旭把球在前场反抢回来，找到胡江镇 nice nice 21-21，21-21，两边再次打平，子龙迅速的打一个，找到王金篮下，被刘毅给盖掉。刘毅防守进攻，转换王旭，看看自己来，邵杰跟进，两分放进。天梦队反超了，23-21。三分卫队仅仅是在这个回合松懈了一会儿，就让对方反超了比分。胡林佳，看看在底线的中距离，李龙哥没有投进，而这边追梦队把速度给提了起来，三分卫队也回防得非常快，迅速到位。看看邵杰在低位，造成李龙哥防守犯规，往中路拖。小胡往那边啊，就不要往边路拖。怕中锋中间跟你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换下黄汉涛，换上齐晨，这下曹芳扑到内线之后传球找到刘毅，这个大范围的转移让刘毅获得了投篮机会，但是没有投中，看看王金转移过来之后造两边都非常注重在转换当中迅速的出球，找到合适进攻机会拿下分数。曹芳接球的迅速的两分中距离没有打中，先出了手一，我来我来，找人找人，手一挡三，45度挡三，45度挡三，45度挡三，球权在三分卫这边，漂亮的变向，看看子龙套住抛投，自己点掌篮板，再来一次。三分卫的球权，王佳怡找到吴廷佳，这一次王炫的手更快。金晨，你掩护完了以后直接上去挡拆了，小心被掩护，小心被掩护，快啊！十二号吴廷佳边线发球，找到中间齐晨，一次中投机会投得过长了。朱宗伟上来就收下一个篮板球，哎，这谁的谁的？朱宗伟示意大家节奏稳一些，看看自己来打，这下让齐晨防住，咱们队再一次反击，王佳怡急停急起，两分打中，在身体对抗方面，王佳怡没有问题，这球打中之后，帮助三分卫领先两分，25-23。防守防守防守，去哎哎哎！来来呼呼呼，上你上你去你去，有掩护，让他去，有掩护，这是王旭给到朱宗伟，都是来自善大的队友，这一次造成犯规，朱宗伟两次罚球，啊，第一罚可惜没进，没事没事，老板老板，
两罚一中。牛角，牛角，牛角。求我，求我的，求我的。武林家三分射手，今年本场的第一次三分的机会，对于武林家来说，在场上也被大家看管得很严。而王佳一这边漂亮，王佳一来自华侨传奇的神射手，王佳一这个三分命中，已经来到四分。你看他打牛角啊，他加的话，你们往五号位走，让五号位下顺。三分威28-24，领先追梦队。西班牙，追梦队这边王俊组织进攻。西班牙，西班牙，花花，哎，哎。而这一次让防守队员打出界，后援包上来。喂喂，李宗伟底线突过来，来自两位双打之间传球的连线，三分没进，球权交换。28-24，三分为领先四分。张子龙回到场上，落到右侧，齐晨的掩护。王佳一这个距离离三分还有一米，篮板球自己人抢到了一起，球掉到朱松伟的手上，朱松伟自己推反击，一个人来没问题。朱松伟 MVP， 从拿下篮板到推到前场，转身左手命中，并且造成对方犯规。而佳一完美展示了第二季灌篮 MVP 的价值。打篮板时候看一下咱们自己人，说话说话，好多都撞一起了。顶他顶他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好，拿住拿住，加罚没中，篮下三名三分卫队员收下防守的篮板，这边向子龙推进，看到吗？走，你回到队伍，走走，我看这边，没事，我看这边。王佳一在中路，一哥，小朱篮下，这次转移，看看黄安涛，弱侧弱侧，再给到佳一，进攻时间5秒，王佳一这次挑高弧线。五篮板球漂亮，来自黄汉腾，进攻篮板拿到之后两分命中。30-26，四分的领先。打那边，打那边，看看朱松伟启动的变向，五神隔空，球技再次获得加罚机会。哇，如果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干脆的格斗，那就太美了。但这一次防守队员确实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干扰朱松伟，加罚一次，30-28，罚进罚进啊。哎，这球没有罚进，三分卫队的球权，三分卫30-28领先追梦队两分。我来我来我来，张子龙上球侧掩护，王佳一，佳一哥来自华大的传奇射手，子龙换呀换呀，那边上上上上，王佳一对上刘毅，让打让打，刘毅防守有很强的硬度，超哥超哥，许超再找到子龙，子龙这个必须投了，漂亮，好好，没有办法，你球在手里面太久了，把它转移弱侧，转移那边打吗？30-28，追梦队现在是落后着两分，来了。保护，接力时看看在侧翼，朱宗伟有一个一对一的机会，朱宗伟自己来打 MVP， 再次展示个人能力，来自善大的优秀的球员，现在在 CBA 当中要开启自己的职业旅程。他太灵活了，齐晨防不了，我来防我来防我来防，这下曹芳倒地，子龙这边突进，哇，一个大帽来自朱松伟，后面后面，这边给到迅速的反击机会，曹芳基地找到队友反击，这一次像是一个势在必进的球，可惜刘毅是打的力量有点大。黄汉涛在左侧，这一下犹豫了一下，三分出手，黄汉涛三分命中，
33-30，比分交。